老板，你要这些优惠券干嘛？这不是开业酬宾才用的吗？本店因故即日关闭，店内产品全部免费招待。老板，将小妮儿这么突然啊？这还突然呢？ 你来这十几天，你见过有什么客人吗？我亏不起了，我只能关门了。我怎么这么倒霉？不是，什么意思？我亏本啊，你倒霉。这已经是我第27份工作了。老板，祝您以后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。 我也算是一个有良心 CEO， 你的工资能看吗？还有工资呢？这么惊讶的？你之前的活都白干的吗？倒也不是白干了，就是没有那么顺利。我以前去的店吧，有的被人砸了，有的意外失火，有的老板继承遗产环游世界去了。老板，您没什么事吧？我算看出来了，你天生克老板的命哎。 我就是天生倒霉，自己克自己。我是看玩笑呢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对，拿着，我找人帮忙去啊。我要牛奶吐司。牛奶吐司是我们店的招牌，奶香浓郁，香醇可口。先生，我们店关门歇业了，所有的面包都是免费的。老板说想让大家记得这里曾经还有一个面包店。牛奶吐司，谢谢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您的面包。 先生，先生，我们所有产品都免费，不用付钱的。先生。